城市人生最佳独唱金曲，城市人生最佳独唱金曲。热情队五首歌曲当中排名第一的独唱作品是。Coco 跳舞街。千话队排名第一的独唱作品是。候选，候选，候选。千话队排名第一的独唱作品是。杨千嬅如何掉眼泪。只有下半场减纯期待值领先的队伍才能拿到本场最佳独唱歌曲的殊荣。热情队恭喜 Coco 跳舞街。哦 no， 我想哭。太开心了，对不对？啊。因为我从小在香港长大，然后听了很多很棒的歌曲，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唱给大家听。我终于有这个机会唱这些很有影响力的歌曲，来到这个节目就是我的一个荣幸。可以跟 Sally 姐跟 Lam 哥，我能够跟你们站在同一个舞台表演，我觉得是我的非常大的荣幸。台下所有的歌手们，你们太优秀了，还有我们两个最棒最帅的主持人，还有感谢所有的歌迷朋友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支持这个节目，我们就可以继续在这个舞台 shine 发光发亮，对不对？何老师，舞蹈老师啊，还有感谢所有的乐手们，我们的舞蹈老师啊，还有我的团队。我的团队在哪儿？我们团队今天他们都绑辫子了，都绑辫子。坐下听，坐下听，会很长。坐下听，坐下听，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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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对，因为我不擅长讲话。你不擅长 ，no， 你不擅长，但是讲话都蛮长。还有最后一句，还有一句好，最后一句，